This great big story is inspired by Genesis.我叫白云平，我现在是住也是做大灯，比较大。屯头村主要是做工灯，雇多少年了，这是离异留下来的文化遗产，看村的都做灯。现在我做灯了，做到40多年了。哎，现在我们做这灯是雇了圈，雇圈，替那个上架子焊上杆子上架子，开始下料，那个还比较慢，开始下料，人家计算尺寸，要老多大的直径，计算好了以后再做。那个还慢一点，大的得最起码得3天的时间。这个是，这天这个是。那总体来说吧，大小做些了，做下来，一年能做到几万个。现在我们做这灯是，雇个个地，哪哈都有，南方、北方、北京这边、天津这边，这光州这边，都在做，做到个十几米了，20几米了。现在以后这我叫小孩们，他们看到了，我准备叫他们接手我这点手艺。